玩具。下下月月零零送舞蹈大赛，你喜欢跳舞吗？你想展现自己吗？想跟下下月月零零一起共舞吗？机会来了，5月8日至6月19日，小林玩具小风铃杯舞林大会，给你一个秀出自己的机会。如何参加舞林大会呢？详情请小风铃们去小林玩具微信公众号查看哦。那舞蹈视频应该怎么拍呢？让我们来教你。1 2 3，下下月月零零送，下下月月零零送，我会成为你的力量，下下月月零零送，张开肩膀大声呼喊，小风铃们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品哦。新款的小林玩具周边产品中奖视频将有机会在小林玩具即将开展的林可家族粉丝见面会上进行播放哟，并且中奖视频的小朋友将有机会参与到小林玩具的主题展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粉丝见面会门票，悄悄告诉你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完成拍摄会更有机会突出重围哦，快来和爸爸妈妈一起拍摄吧。小林玩具小风铃杯舞林大会之下下月月零零送舞蹈大赛，期待你们的参与啊！嗨，大家好，我是小林。马上呢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小林呢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好玩的活动，那就是第一届儿童节礼物交换大会。参与方式：首先给其他小朋友写信，我也要交换玩具。No， 不行，请大家不要寄送贵的、重的、旧的，还有类似胶泥一样的玩具。我推荐大家寄送像信或者图片一样轻的礼物哦。你好，新朋友，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开心，希望我们常常联系，祝你儿童节快乐。大家写的信或者贺卡，小林会帮大家交换后寄送给其他的小朋友。信件里面呢可以提到自己的名字和所在的城市，但是千万不要提及自己的具体身份信息还有详细地址，当然电话号码也不要填哦。为了保护大家的个人隐私，如果写有详细信息的，我们会帮大家去掉哦。请大家一定要在信封上写上参与儿童节活动的字样。活动时间是5月6日至5月26日，如果错过活动时间的话，礼物就不能交换给其他小朋友咯。小林会选出50个制作的最好的信件或贺卡送给他们礼物。哇，选我选我。大家的信件呢会在6月1号儿童节视频里面展示哦，快来参加活动吧。